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日是11月1号啊，星期五。咁我又嚟到惠康，想同大家入去睇下有乜嘢抵买。而家购物满100蚊呢，加25蚊呢，可以换两袋嘅维达抽取式面纸啊。平均是12.5一袋，咁是快闪三天做到星期日嘅啫。呢一款面纸呢是原价23蚊一袋的。由11月1号至11月7号呢，凡是购买单件装的雪糕或者雪条共5件呢，是可以有77折啊。士多啤梨苹果19蚊一盒啊。菠萝蜜谷物脆酸奶啊，18蚊两件。牛乳夹心蛋酥10蚊。迪路经典松木沐浴露，同埋呢个敏感肌肤沐浴露啊，而家系82蚊两件啊。咁佢个迪路金装经典沐浴露同埋蜜糖沐浴露、橙花沐浴露，而家系67.9，买二送一啦。咩柠檬味？都白桃白茶沐浴露、薰衣草沐浴露同埋呢个滋润油肤嘅沐浴露。而家系58蚊买一送一啦。Pure Essential 各款嘅500毫升嘅洗手液，而家减到10蚊啦。28cm 嘅 Meadows 不锈钢蒸锅59蚊啊。十卷装维达 4D 立体压花卫生纸59.9两件啊。330毫升的12罐装加士伯啤酒75.9。碧柔沐浴乳补充装65蚊。淘大妈装金标山抽28蚊。送一支细嘅蒸鱼豉油啊。珠江桥牌顶级蚝油是20蚊。淘大沙爹酱啊。30蚊买一送一。淘大豆瓣酱16蚊。淘大咖喱酱啊 ,19 蚊。淘大咕噜甜酸酱17蚊。淘大叉烧酱同埋柱侯酱啊，都系17蚊。童真磨豉酱、豆瓣酱、叉烧酱、蒜蓉豆豉酱、南乳吊烧酱，是16.5啊。
泰国 KC 粟米粒14蚊两罐啊，顺达包汁地道肉肠啊23蚊，仲有黑胡椒味。Meadows 粟米粒系18蚊两件啊，泡菜同埋炒泡菜系32蚊两件。五包装嘅龙心新拉面啊，21.5。医生讲过，有可能直接同佢讲话，你要多出。1公升嘅小云参清鸡汤啊，42.9三件啊。佢一系要买1000斤米啊嘛，咁我帮佢叫我自然派盐焗鸡翼啊，15蚊。100kg 嘅金象牌顶上木里香米啊，99.9。李锦记旧装蚝油孖装礼袋啊，75蚊。哇，佢有两支蚝油之外呢，仲有送蒸鱼豉油啊。100kg 嘅御品王。泰国木里虾米83蚊，10月卷装嘅 Meadows 卫生纸啊，47蚊两件啊。大杯嘅日清盒味道杯面啊，27蚊三件。统一满汉大餐真味牛肉大碗面啊，14.5。寿土牌蛋炒面金边粉16蚊两件啊。寿土牌竹升面啊，6碗装33蚊。16包装嘅寿土牌素面啊，20蚊。佳能食物袋优惠装啊，29.9。包括每卷100个嘅大袋，就有两卷。同埋25个嘅随身食物袋，仲有一个食物袋嘅包包，4包装嘅龙心薯仔面啊，40蚊两件啊。5包装嘅三样薯仔拉面，36.9。5包装嘅三样牛骨白汤面，32.9。寿土牌牛腩河粉牛腩伊面啊，14蚊。寿土牌沙爹牛肉面啊，16蚊两件。李锦记辛辣番茄汤面啊，12蚊。御品牌葱油拌面、红油拌面，18蚊五件。5包装嘅盈多印尼捞面啊，12蚊。喜达牌原味捞面5包装，12蚊。5包装嘅福字上汤伊面啊，26蚊两件。
各款出前一丁嘅碗面啊，系$8。各款嘅龙心大碗面啊，而家特价系$6啊！各款嘅合味道杯面啊，$6.50。三支装嘅900毫升刀乜金装龙香花生油啊，109.9。各款淘大点心啊，20.9。公仔点心啊，49.94啊！湾仔码头灌汤小笼包啊，21.5。地满菠萝粒啊，39.2啊。各款龙汤宝啊，23.3。250毫升嘅小云参清鸡汤啊，11.9。250毫升嘅小云参极鲜清鸡汤啊，系12.92啊。各款嘅金宝汤啊，系43.84啊。Meadows 各款罐头汤10.9，Meadows 龙虾汤啊$30.2啊，李锦记沙爹龙汤、番茄龙汤$11。高露洁抗敏专家三支装牙膏啊，$52。1.2L 嘅三支装奥宝沐浴露啊，$53。
乐事经典炖海鲜味薯片，45蚊两件。乐事番茄味薯条啊，40蚊两件啊。八袋装嘅卡洛 B 虾条同埋蔬菜小食混啊，22.9。18袋装嘅旺旺口烧海苔米饼26蚊。卡洛 B 黄金咸蛋味薯条45蚊两包。卡洛 B 薯片啊，40蚊五包。冠华薄脆珍珠虾片12.9。甜品二重奏包装栗子啊，29.9。好吃点芝麻饼干、香脆朱古力味饼干，30蚊两盒啊！呢度牧场牛乳饼10蚊啊！绿罐装雀巢香滑咖啡69蚊两 pack。到地各款飲品9蚊啊！六罐装嘅维他气泡柠檬茶23蚊。If 椰青水四支装32蚊啊！四罐装嘅胡虾饮品23蚊。六包装嘅维他奶啊22蚊。乐天午餐肉啊45蚊买一送一啦。明洞午餐肉。42蚊买一送一啦。买一送一。东苑火腿午餐肉30蚊啦，买一送一。蓝罐1963午餐肉26蚊啦，买一送一啦。六包装嘅道地极品乌龙茶28蚊两件。雀巢各款即冲咖啡啊28.5。旧街场各款即冲咖啡是28蚊。Meadows 非农养鸡蛋啊，大只装十件装嘅28蚊。十只装嘅新加坡鲜鸡蛋啊，28蚊。
十隻裝嘅貴州特級紅心特大蛋，$36兩件啊！Momoko 日本白雞蛋十隻裝$43兩件啊！十隻裝精品農莊新鮮雞蛋$44兩件啊！伊度士多啤梨朱古力批$13.50，澳洲袋裝高甜劑產$29，大約入面有五個嘅。Meadows 法國加拿蘋果$18一袋啊，大概有六七個到嘅。大莊艾菲蘋果啊，$24.9三個。喺嗰地，喺嗰地啊。哦。中國富士蘋果啊，$13.9三個啊。果子工房龙口芝士蛋糕啊，$16。奇伟果啊，$15五个啊。金牌花生酥$19.9，仲有核桃酥添。湾仔码头各款家庭装水饺$50一件。咁呢条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离开前请记得俾个 like 同埋免费订阅我频道哦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条片见啦，拜拜。